日前，自曝被男友家暴的网红王瑞儿在微博再晒性感照，照片中王瑞儿尺度大开，博出位。此前，王瑞儿在微博发文自曝被男友严重家暴，她大胆晒出右眼红肿不堪、嘴角流血的被虐打惨状，并称胸被打到变形几乎爆炸，引发网络舆论一片哗然。据称，王瑞儿整容过的假胸价值高达百万。王瑞儿自称与男友交往三年，大方承认最初在一起是贪图对方有钱，三年来遭受了无休止的虐待和殴打，此次更加变本加厉，险些将胸打爆，这才怒而提出分手，请你滚蛋，从此远离我的生活，如果再跟你一起，我将万劫不复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